哎呦，追屁儿，追屁股，追屁股。妈的，上面好多人呢。啊！追屁股，追屁股。有点追定，老三，老三，嗯。妈的，这个狗还不出来迎接我，还不带着兄弟来迎接我？嗯，兄弟们呢？兄弟们呢？问你话，兄弟们呢？兄弟们人去哪了？滚下去，走，走。兄弟们去哪了？走。几个小兄弟啊，你他妈给小兄弟们整掉了，你他才是牛逼呀、啊！妈的，这帮小兄弟不在。嗯，在在在。手机只有10%的电了。我一这帮小兄弟不在，还有两个，还不出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这一爪。你煮啊，你不煮火酸你啷个煮到车嘛？我车放的开阳的，我坐的车，坐了嘞，你不煮你得到来呀、啊？你开玩笑，这你煮哪的？你都是开车，你只要出生还不是要煮火酸啊？你越开车出生都不煮火酸啊？我是佩服，有人找到回来，老三，老三，回来！妈的，都问我做核酸没有，我也是佩服，他怕我传染给他。老三，嗯，这狗多乖啊，我感觉这个狗好乖，好乖。欢迎喵喵姐。我感觉这个狗好乖，特别的小狗。老三进来，啊，隆重的给喵喵姐介绍一下，喵喵姐，啊，这是我的大闺女，啊，这是我的大孙子，大孙子。这耳朵还没啪下去，这耳朵再大一点就啪下去了。啊，兄弟们，今天出趟门，又消费了。别动，在这闻哦。可是这些可不是你们能动的哦，这是我今天，这是我买的菜。哎，哎，走。哎，今天出去消费了，兄弟们，消费了，嘎死嘎死消费。哦，胡海山又回来了。
来。没有电了，要充电。手机没有电了，花200没有，买东西倒是没花200。我今天买菜花了100多块钱，110吧。那你说就110，但是今天花别的花的多呀。花别的花的多，在别的身上花的多，鸡赔了多少？拿了300块钱，拿了300。这，啊，这个花不香哎。欢迎一吃骨臭如柴的风。哎，这个花不香，怎么回事儿？这花不够香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这个花应该是扑鼻而香，结果它一点不香，鸟蛋了。这可是我的摆件儿，准备上山养老了，差不多。华为必须摆的一个亮点啊！老三，在里面待好了。哎，这又来一盆。这盆不开花呀，是什么鬼？花哥记得花，花哥昨天买的嘛，昨天买的，今天买的，昨天，是吧？昨天说的，今天就到了。今天早上花哥让我去拿，早上我没拿。早上，今天500块，兄弟们，今天就是下去一趟，500块没了，500块钱。妈的，兄弟们，积蓄都掏光了，他妈的回来一趟，积蓄都掏光了。他这个花怎么不香啊？欢迎甜甜姐，他这花一点不香啊！啊，使劲消费，不是使劲消费，你算吗，兄弟们？我今天下去，我之前买水，我之前的水桶，兄弟们不翼而飞。谁记得花花哥？回来第一天就给老三买单300。栀子花很香，这个花不香，这个花就只能怎么讲，有点绿化，有点绿化的感觉。粉鼻子怎么了？鼻子没怎么样，浓眉大眼嘛，浓眉大鼻子。这栀子花，这栀子花开呀开，有首歌不这么唱吗？栀子花开呀开，这花不香，但是我觉得这个花。也没有太大欣赏价值，毕竟你像这个开了以后都不，我都不觉得它特别的美，就只能说将个烂旧，将个烂旧。这盆花我想个招，我想找个招给它吊起来，但是，就这样的话，我感觉就好了。买电脑不？买啊！你有什么电脑？我研究一下。啊，你怎么没开直播下去啊？我没开直播，我主要是买东西没花多少钱，看到下去买两个桶40块钱，买了两根线，一共给了43块钱，然后我就去买菜，我买了一袋鸡翅30，我就买了鸡蛋呀、蔬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呀、大葱啊，什么辣椒面。
花了我看60多的10块的30 90 100多点买菜就100多点主要是这、啊、这个鸡昨天咬啊这个狗咬鸡了我给老三给了300老三那个辫子一回来我给他花了多少钱花了500多了他一回来我给他花了500多块钱就我昨天回来昨天到今天我就给他花了500多啊我在想他但凡不把这几个鸡咬死我就哪怕领他向县城去洗个澡咱说实话让他搓个澡不香吗嗯他妹的真的想起来就气人300块钱然后又买了40块钱的那个橘子我去的话给我外公他们的鸡呢鸡下他肚了鸡啊、嗯、你把鸡拿回烤了多好那个鸡母鸡兄们农村的母鸡吧它长不了多大但是母鸡下蛋你们懂吗而且那些鸡有的鸡它都咬一半了你怎么吃嘛唯独今天剩一个鸡还死的没多久估计是早上咬的鸡还没死硬其他鸡都死的硬邦邦剩一半它搞两口它就不搞了它搞两口它就不搞了啊准备挑水啊便宜老三了那谢谢不叫所以说呀没有招啊没有招啊哎，这是我买的，这是我的另一款手机。抽支烟。怎么有蚊子？啊，这狗废了，咬鸡习惯了，我慢慢改吧。它估计怎么讲？你说它饿吧？我昨天饲料都给它铺满了。你说它能饿吗？它不能饿呀。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我这个房间缺了很多挂饰件哎在网上买这种就是这种挂饰件买那种好看一点的贵不贵我想买个那种多买几个挂饰件挂在这个屋里面让这个屋里面有那种他就是想吃肉对可能是吧可能是因为我养他的时候吧经常给他肉吃因为我外公他们养的话就是基本上剩菜剩饭懂吗剩菜剩饭而且喂的因为你们都知道农村老人嘛就是像咱们老人的情况之下他们那种就是因为觉得吧狗不用说喂的太饱就反正他有吃的就行有口吃的就行所以说我外公他们喂的话就是喂的比较少可能导致他长时间不吃肉和长时间就是不像我喂管他吃饱随便吃随便造可能说对吧可能说造成了他看见肉他就想吃啊买屁有用你那雨布那么破挂也不好看耶、yeah! 你看我就感觉你看就不说别的就光这个墙上挂的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感觉有一些突出了如果说咱们给它取下来的话这个房间就淡然失去一些美色然后你要包括看花哥刚才买了这几盆花放在这儿是不是感觉是不是这么感觉就舒服多了就如果说我们把它拿掉的话就又显得特别枯燥没有手机没电了咱让手机充会电本来我想歇会儿播的我想歇一会儿再播因为手机没有电手机我回来10%的电刚才10%的电都没有看着挺好看对吧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个玩意儿为什么不走班上大哥我不是在上班吗你觉得我现在是在免费义务吗你觉得我现在是在免费义务吗好哥哥搞快步把屋圈起来这样啊这样不好看这样还行这只能说不急兄弟们对于住的这方面不急首先咱们需要一步一步来主要是怎么讲花哥来了花哥没来呀花哥在网上买的这些东西这个你要贴纸吗这个贴不上纸的哟
买个实木家具吧。咱说情况之下的，咱们在山上随便整几个棍子，搭个什么都可以搭呀，没必要去买呀。买的话不就浪费了吗？这个房间还贴纸，咦呀，围起来起码有档次。你觉得我这个没有档次吗？哦，又要画饼粉，画饼吗？你冰箱的饼吃完了吗？你冰箱的饼没吃完，我就不画。嗯，还去鲁山吗？我准备领着我的狗，兄弟们，我准备领着老四，哦，准备领着老三，我准备开着我这个车，把我这个车最后一排的座位给它放倒。通过我长时间的考虑，通过我这一下午一中午的考虑，我的脑瓜通过了35%的转过以后，我决定一件事儿，后天，兄弟们，后天我把我车洗一洗，把我车最后一排的座位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我再带上一些东西，我准备领着我的狗，我们来个川藏旅行。对，自驾游，我把锅油盐柴米准备上，我们一路这个自驾游，领着我的狗走遍川藏线。我把我车最后一排放倒，然后中间一排晚上我睡，后面一排晚上老三睡。哼，妈呀，你可拉倒吗？不行吗？回来车就废了，我是不信的。所以说我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白吗？小狗呢？小狗不要，小狗不带。嗯，到处是疫情。川藏线的话多大没问题，那边毕竟不严，基本上就不去川藏线，咱们不进人口多的地方，咱们只去这一路去的路上，咱们欣赏一路的风景，一路自己做饭，咱们不在外面吃，自己做。我就把我在这边的那个烧火的那个玩意儿带着去。啊，你有路费吗？路费不路费不重要，你这样狗饿不死，你就会饿死。经过我长时间的想，我预算了一下，咱们一个来回3000块钱不够吗？咱们一个来回就加油费钱，吃饭都不费钱，住车上，睡车上。咱们就说做饭的话，每天就是在当地3000块钱拿2500加油不够吗？嗯，3000块钱2500加油不够吗？从这儿到川藏多少钱吗？老说实话，就是把房子整好，抓鱼摸摸虾就可以了，都不够走一半。那我看人家那些自驾游的发的那个自驾游一趟西藏花多少钱，人家算了3000多块钱，咱说情况下还不够吗？我一次性准备2袋狗粮丢在车上，天天喂，嗯，他不够吗？我沿途，你可拉倒吧，到时候没有油了你自己推着走吧。我看一下哦，现在100块钱能跑多少公里？你是干什么都没意义。哎，这个擎天柱，你说这个话，我真的我就不愿意听，我非得给你卡个黄，我就让你一直看，我就让你这次看着我有没有毅力。嗯，到时候狗饿着急了要吃你，他怎么可能？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天天没个正事儿。徒步可以的，徒步不行。哼，看你很多年了，扯，继续扯，你皇马都没有，你来一句看我好多年了。唉，我把手机充会儿电，咱们在这儿扯会儿蛋，聊会儿天，一会儿我就去挑水。我今天买了2个桶，真的，今天我买了2个桶，兄弟们，40块钱这2个桶。哎，我操，兄弟们，
我问了一下，今天，哎呦，这个脸，这个手机，刚才，我今天去买桶，兄们，我下去买桶，我买个桶，铁皮的那种铁皮桶，我操，兄弟们，你们猜多少钱一个？30块钱一个桶，就等于一对桶60个，哦，60块钱，而且那个桶没多大点儿，没多大一点，我操。30块钱一个，我操的！当时我觉得他在抢人。嗯，后面我看来看去，也就这个桶就跟我买的那个桶一样的，够用。一个和尚挑水吃，对呀，我之前挑水的桶让人偷走了，他妈的！你蹲伏的时候忘了，你蹲伏的时候忘了，我伏过谁？就是你粉玩互联网这么多年，我伏过谁？铁贵呀，他那个就薄薄的一小层呐，这个40块钱两个，40块钱一对吗？嗯，你这个不是有蓄水的大桶吗？你这儿不是有蓄水的大桶拿过去了？我蓄水的大桶拿到我外公家给他们用了，去年就拿走了嘛。这个40元，这两个40元子，这两个40元子少了多少钱？少了20块钱啊！但这个桶水比那个多，比那个多，装的比那个多，对吧？说话你过几天回山东，还回不回都不一定。咱说实话，今天中午，说实话，今天中午我没闲着，兄弟们。今天中午我聊了，我咨询了一下这边，我准备这两天，我看我谢谢擎天柱哥哥送的卷轴，但是怎么是50个仙女棒？好坑呐，好坑呐，好坑呐！今天中午的时候我闲的，我哎，兄弟们，我问一下，就是你们当地，你走了花又白寄了，白寄什么？不欠你的黄马钱，大哥你，哎呀妈的，大哥你这50块钱，官方太坑了，官方。这50块钱死的比窦娥他爹都冤，窦冤。不过，也许这就是命，也就是官方在给我积蓄力量。等到时候爆发。今儿中午没闲着，今儿中午我去中午我也问了很多问题哦，问了很多问题。我问一下，就是有一说一，兄弟们，你们不带骗我的哦，因为我不懂，你这命不好不怪我。我有现实有朋友，我现实有朋友他家有挖机，但是他们的挖机小。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挖机多少钱一天？就比如说中大型的挖机，就是连斗，连那个挖斗，谢哥我不欠不欠，连挖斗带那个竹的那个玩意儿，一天大概得花多少钱？300左右一天呀，不是一个小时啊。进来。谁在这儿？妈的，狗嘎嘎叫！别叫！进去，全部进去，我睡觉。1小时300，反正300多一个小时。那一天的话，他们是按怎么算？他们不按一天算吗？你要挖路吗？这边准备就是今天咨询了一下，准备看来挖路，因为这个路从哪过已经协商好了。今天进来呀，别在那叫，别叫啊，进去，都进去，人家过路的，你们叫什么叫吗？别人都是按小时算的，或者承包。哎，对，一般我都是想，
就一般要么就是人家来看你这个地方从哪挖到哪，然后看多少钱，然后说谁出路修，谁出钱修路，修路咱就不知道，但是挖路得自己挖，挖条路出来修不修都无所谓啊，挖一条路出来车可以跑就行了嘛，对吧？不一定要修成水泥路吗？这事儿能干成吗？这个事儿就看花多少钱，要是花多了估计我觉得有点难成，我觉得要是花少一点的话估计能成。干不成，主要看挖机贵不贵，主要就是看挖机，现在想多了饭都吃不起，这么远五六千了，你得看一天能挖完不。如果说他要是技术过硬的话，他要是能搞的话，一天那我们这条路整个一条路大概只有个五六米，石头稍微多一点，需要就说好好跑一跑，其他地方就是一马平川。石家庄一天也就差不多1200左右，多大的挖机？多大的挖机？从你停车到这儿最少20000以上。挖机20000块钱，挖机呀、啊，就是光请挖机挖个路要20000块钱，你在这儿唬我呢？你是把我当成屌毛了？你纯纯把我当成屌毛了？中型的一天20000块钱。这才多远吗？带我们看看路，好给你评价。你本来就，我要充电，现在我哦1200是吧？现在不能去，现在手机要充电，充会儿电。我现在都没去挑水，我等我。有农田让你挖呀，走自己家地，这回挖就是走自己家地，不走人家地了。我家的弄挖机来挖地，挖条路。老表说他有认识的人，到时候我问问老表他这边有没有朋友，到时候尽量，反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让人家来看，让那些人就是让人家到现场来看，从这儿挖到那儿多少钱？一般人家不会看有多远，人家看好不好挖，就说你这条路上石头多不多，然后坑坑洼洼的多不多，烧烤呢？还早呢，姐，一会儿的自己挖，你怕是挖一年你都挖不出来哦。我要准备先去挑点水过来，然后把这房间里面的灰擦一擦，然后整的差不多，咱们再开始那个搞吃的。一年不行就两年，哼。今儿住这了，住这儿啊，已经入住了。下花样擎天柱哥，姐看没？睡上了，我睡上了，到处趴，他又睡床底下的，睡，他看我看他，他就盯着我看，我把我之前睡的米老鼠给他们睡了，看没，这小窝，怎么三只狗了，四只，加上大狗一共四只。老三没毛了，这个毛都算多的了，我还是想给它推掉。今天本来白天我打算给它洗澡的，哎呦，脑瓜痛，换我清风哥。行了，兄们，牛逼吹多了，头痛。吹得我脑门一下散精了啊，一下抽筋了。
哦，它狗还会放屁吗？啊，关键是你这路修了有什么意义？这个路修了可以把车开进来呀，就是路一修的话，你可以就不用修，你只要挖一条路出来，挖一条平整的路出来，你就可以把车开到家门口了，干什么都方便呀。管它下雨天还是什么天，对吧？你想买点什么，人家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家而已，嗯，就为了车能到家而已。对呀，那还有什么用？欢迎戴眼镜的爱新觉罗哦。那没有别的了，只为了兄弟们啊，村村通路，通通村村通道啊！你有钱吗？回答我，没有钱吗？借吗？兄弟们，人生不过头点地，借吗？没有钱借吗？日子要会过呀，兄弟们，会花钱要会借钱，会借钱你要会还钱，要会还钱你要会挣钱。嗯，你这挖出来下雨全是泥，它是泥不重要，就是你让挖机挖出来以后反复的刨几遍。把这个路稍微的压实一点，它下雨你只要不走大车就没问题。啊，谁见你，你这个屌丝！这个东西兄弟们就是商业体验商业价值的时候了。咱说实话，找赞助方不就行了吗？找那个找在公司股东找公司股东集资，是吧？管我的妈，管我们公司的 CEO 我妈妈。找我舅舅哦，我们这个公司的副总，欢迎这个附近的九儿，哎，这附近的九儿是附近的吗？九儿，来上山来喝酒，嗯，你画的饼我都吃不过来，吃不过来，把冰箱打开，把那个冰箱的那个风调好，好吗？把那个饼往里面放，懂吗？你在哪？你先说你在哪，我看我们俩隔得远不远。啊，就你先说你在哪个位置？煤炭，煤炭的话，煤炭是在哪个位置？具体再往大点说，再往大点说，就是属于哪个县城？就属于哪个县城？往大点说，说小了。说小了，我要往说一点，我这个叫妹儿山，嗯，全是妹儿，叫妹儿山，就是煤炭县。那我问一下，你和你离开阳县和瓮安县远不远？修路顺便挖个鱼池，那个简单，几篓子下去。最主要是现在种上苞米了，画饼县，你给我滚！嗯。不远。那你离哪个近点？我这个位置属于在两个县城的中间，我前脚过去，我就是在瓮安；我前脚过来，我就是在开阳。你住这个房子，乞丐都不住，说实话。那你说这个话的意思，那我住的这个，我算什么呀？我算什么哟？你那意思都差不多。中平镇，知不知道中平镇？你那属于煤炭县，有时间卡个皇马，卡个皇马，不知道。花泥县哦，花泥乡知不知道？哎呀，哎呀啊哈，谢谢我曾姐姐，谢谢曾姐姐，你心里没个数。哎呀，也不，你从这儿，哎呀，这个就亏了。谢谢我曾姐姐，你到开阳有多远？到开阳县城，哦，到瓮安县城。谢我曾姐姐，我一瞅你40多级，咱说实话也是在网上横渡，也是个人物，给你卡个黄，哎，你也不差老乡啊。不差老乡这点小礼物，整个25的卷轴吧，哥哥，十几公里，那咱们真不远呀。你那个，那你是往哪个方向走？你所在的位置，你穷，你怎么穷啊？你44级，你说你穷逼一个，你打谁脸吗？
笑真姐姐哦，那我俩很近，好哥们儿，有时间一块喝酒，好吧？我从这儿到开阳的话，啊，别人送的哈，那你玩不玩啊？你要不玩的话，咱说皇马能不能给他卸下来？就是说这个号以后归不归你嘛？要不归你的话，咱说实话，咱这个马甲卡了。虽然说这个东西它不能吃，它是身份的象征啊。咱说从68九出去的，谁不是个人才？谁长得不帅不漂亮？啊，可以。那咱说，我从这个地方到开阳县城的话，大概也就是20多分钟。现在20多分钟，哦，有多少公里我不知道，啊，但是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的方向是不是反的，因为你，比如说你从开阳县，你从瓮安县城去你家是往开阳方向走吗？还是往哪个方向走？我一看附近的，哎呀，我就觉得是好哥们儿，好哥们儿，你能把你的马甲改成男孩吗？啊，反的，哦，梅潭县我倒是听过，听过。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不太清楚，就这么讲。遵义下面，哼，你绕这个天给我整懵了。咱们行，有机会来，有机会过来啊，弟弟领你去。狗粉你不主持的，主啊。你有时间过来的情况下，弟弟领你去抓小龙虾，弟弟给你做小龙虾吃，好不好？这一块就是你想吃红烧的吃红烧的，想吃蒜蓉的吃蒜蓉的，可以说在美食这一块咱说实话是天下无敌。比如说你想吃菌子了，咱们就上山摘，你想吃八叶瓜了，咱就上山摘，你想吃什么你就尽管说啊。但是咱说情况下，哥哥今天能整个卷轴吗？高低的情况之下，别说了，你能抓几个龙虾？人家第一次来，四个牛得先吹出去，可以先吹出去。咱说情况之下的，你说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吗？想吃鸡可以给老四说一下，跟老三说一下，老三去给人家鸡咬回来一个。咱说哥哥，咱穷，咱不能穷到哪儿，哥哥，咱整个25的卷轴，咱天都聊到这儿了，咱这个哥们儿就是交，咱就是交下了。好不好？已经交下了，啊，有机会你请我到县城，咱们去搓澡，咱玩娘们儿，不是，咱们就说一起玩，好不好？你用的什么手机直播？人造手机，等你发工资，你多少号发工资嘛？你给哥们儿先讲最初养的鸡鸭羊先，但先讲啥没？妈的，这个月底，这个狗睡着了，它居然会放屁！妈的，它太不尊敬我了，这个狗，我在这吹牛呢，我吹着吹着，它搁那放个屁，我想跳去给它一嘴巴子，这狗现在吃的胖胖的，你闻闻有味儿没？闻不着，这风一吹就没了。咱说情况之下，狗都不相信你，狗是无意当中的。它既然它是我的狗，它就不能犯这样的事儿，没有？好哥们儿，我问一下，今年你多大了？拿了，花哥拿了。咱说，但是有一点，花哥，这个花不够香啊。但这个花我感觉比绿萝好看。30岁了，咱情况之下的哥哥，你比我大2岁，比我大2岁，你比我大5岁，大5岁，我看30岁了。
花哥，咱说情况之下，还有没有别的品种？哦，王者呀，等我先练练号。我最近也想了一下，如果说要融入这个大家庭，我必须就学会打游戏。我最近打王者荣耀，我已经从我以前那个号不在了，我又重新玩了一个，可以说段位极高，现在已经打到黄金二了。啥玩意儿品种？我说有没有其他的品种，就是这种类似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品种？没有啊。能转移呆币，能把那个，还有只有樱花，香不香嘛？我想就是说，有没有说那种花，就是开的时候能香一点，然后放到这个房间的话，说它能闻见一股香味儿。哎，我家狗刚刚放屁了。就有没有那种安卓的号能移到苹果，能移吗？哟，我都不懂。它要栀子花。栀子花是种的还是说插的那种？就是整个瓶子然后插在上面，然后让它自己开。啊，狗粉差不多可以去插杯子啥的了，我飞过去吗？买一瓶香水不就得？香水那个香不自然，咱说实话，是紧的狗粉。啊，种的。那栀子花不得老大一颗了吗？那个有首歌这么唱，有首歌这样唱：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当当当当当。不大，那贵不贵啊？那个玩意儿，栀子花，栀子花很香吗？那玩意儿贵不贵？主要是要不贵的话，花哥可以申请一颗栀子花吗？再溜溜，再溜溜啥意思？就是可以申请一下招虫子，招虫子不重要啊，我天天我就放蚊香，主要是那玩意儿它贵不贵，贵不贵是重点。如果说超过30块钱，咱说实话就没必要了。你想要盆景还是自己种？就是我想要就是可以种的那种，不要盆景，就是盆都不用，盆我自己搞不就行了吗？盆我自己搞一个不就行了？6元一盆，栀子花也才6块钱一盆吗？啊，粉儿哥适合种草，那你去淘宝选。我选吗？你是在哪买的呀？就你这个你买的东西要快一些。就你昨天买的今天早上就到了。我去买的话我怕我买了慢。美团上没有栀子花吗？美团上没有栀子花吗？美团呢？笑什么姐，笑什么笑。咱说实话，我要让我这个房间充满绿色。咱说情况之下，但是我没结婚哦，我喜欢绿色不是一种错啊。你看我的牙齿都有点绿，美团都是在当地买的，第二天就送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镇上有一个花店，贵得批报。这个花叫一路风顺，这个花叫一路风顺吗？美团有杜丹和百合，百合香吗？那花个百合贵吗？百合要不贵的话，咱能说方便的也能来个他2-3盆、3-4盆什么的吗？这个叫一帆风顺，我明白了，这个是一帆风顺、两帆风顺、三帆风顺、四帆风顺，就现在咱必须四帆风顺，是不是？就反正就是必须丰顺啊、必须丰必须丰盛。哎呀，你管它丰不丰盛的啊，这玩意儿反正就是丰盛就完事儿。
四翻翻四翻翻船，冬天容易死，夏天要浇水。现在还行吧，现在这个天气不是很冷了。我给你买四种花，你种上吧。我给你买4个菜花，你种上吧。菜花需要自己种吗？四翻翻船，船长，嗯，蒙基阿法尔，不浇水就死了。但是它这个土挺润的，就是我每天，咱就是用这个玩意儿。这么浇就行了，是吧？就不用浇多，让它保持。我摘的栀子花特别香，你摘它干什么？花是用来欣赏的，不是摘的。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了两颗向日葵，放在了我的床头。欢迎我曾姐姐，邻居家有棵树，保持湿润就行。但是这几盆花哦，就是都开的可，这个不怎么开，这个也还行。但是就这个，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个看起来特别有感觉，就是但这个玩意儿闻起来没有香味儿，一点香味儿没有。但是有一股绿色的味道，有一股绿色的味道。哎，刚才那个好哥哥走了吗？感情还没拉伸到位啊。启程吧 ,OK。晚上这桌子上我还要擦一遍。干活。这不是夜来香吗？这个叫一帆风顺。哎，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是朋友们，劳驾你们在这儿看会儿狗哈。帮我看一会儿狗，我把这个。哎，我的厨房都没有收拾。但是我这个菜，我看这个菜怎么整，这个菜。哎，我今天买的黄瓜，晚上咱们烧烤西葫芦。然后买了鸡蛋。要买的辣椒面。然后今天买了一包鸡翅尖，30块钱一包，说实话兄弟们有点贵，我要不是想着今天没肉，我肯定不买。然后啊，这个是花哥买的那个花的芽子。要买这些花了60多块钱，大葱。这不能吃哦。买了点姜。买了点西红柿，买了几个西红柿，咱们可以西红柿炒蛋，西红柿鸡蛋汤。然后又买了点土豆，就这些，然后还有一包鸡翅，一共花了我接近100块钱。我昨天问你啊，蔡伯，你说不要，我说后面我说要了，但是那会儿我卡了，我说能不能，我说花哥那就买点西红柿，买点那个鸡蛋，然后再买两包紫菜，然后卡了。老三的孩子像老四，妈的老三跟老四的种，他要么像老三，他要么像老四。我肉的话不用多买，说实话，我觉得就是。
昨天的我们，哒哒哒哒。我去挑水的情况之下，要不要带你们？我觉得不带吧，你们就在这看着。现在排骨22，不重要，那些东西偶尔想吃的话可以吃一顿。哎，把自拍杆拿起。鸡蛋别让狗吃了。不会，因为我一动，他们就会跟着我动。哥们儿，小鬼咋跟你不像？不是我的种，他怎么跟我像？你们这说话真是搞笑。欢迎我大哥胖哥。一会儿我这些都要洗，你看好脏哦。还有那个锅，还有那里面有好多东西都要洗，我都还没收拾。这房子快塌了，这房子怎么了吗？这房子啊，南哥，你需要啥我一块给你买。现在的话买点买点那个大蒜，买个半斤大蒜，买个一斤大蒜，半斤一斤的。然后姜我也买了，生活用品的话那些倒是都有，去年都还在。这目前的话就要不买两斤牛肉。然后就没有了。哦，买点辣椒吧。嘿嘿嘿嘿。谢谢我蓝狗，调料都有。哎呦，谢我蓝狗。人家火嘛，那是人家火，你洗衣机呢？洗衣机在隔壁呢。哦，一会儿我还得洗衣服。哎，妈的！滚过去！他妈的，这是谁他妈的搞些牛在这儿拉些屎，脏死了你妹的！你这是深山老林吗？比深山还深的老林。哎，我看今天咱家家长来了，我的家长，我的朋友哥，咱哥可以整两个卷轴吗？大哥，狗仔队。这个水就是有点浑，妈的，全是牛粪，全是牛屎。洗吧洗吧。到时候如果说真的冲不了，那门口全是泥巴。哎，这只能说到时候这门口需要，如果说真的是需要长期住的话，就是需要给他准备。牛粪那肯定是不能有了。这狗是单眼皮双眼皮，你们能看出来吗？我觉得它的眉毛就没有老三好看。这帮狗仔，狗仔队的狗仔，倒块水泥地。对，只有到时候搞块水泥地，把外面再圈一圈。他们那个放生禽的可以把放进来吃草，放进来喝水。人吃的话，水火。哎呦，好多垃圾哦！那这桶拿去擦地。
打开。一个人担水吃，两个人挑水吃，三个人，哎呀，这是我用的，你喝什么鬼？妈的，还好他喝的是这一桶，他要喝这一桶，我得上去给他一锤子。哎，起来，走开。几个走，哎呦，走吧，走走走走走走，不走别挡我道。分得清，因为一桶里面有那个有漂浮层，一桶没有。前面这桶是用来用，就是擦擦街上，等一会儿擦擦桌子呀什么之类的。另外一桶就是可以喝。好久没干这种活了，干起来还有点费劲儿。走前面，过去。三桑，走前面，去走，过去，回去。累懵逼了，累懵逼了。接水管那是后期的事儿，前期有没有都不，前期都过不去，何谈后期？一走，后期没有后期。你们说话真的是很伤人，你们语言当中都对我的嘲讽和看不起。我他妈的，哎呦，还没有我老家十多年都好好的。大哥，这一百多年了，明天去拿就行。谢谢花狗，能顶三个月都是奇迹。耶，妈的，洗衣机呢？耶，他妈的咋的？洗衣机是一看是洗衣机偷走了。洗澡巾我留着啊，我操我操，他妈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垮的？我操，这房子要垮了不？我有点害怕呀。这玩意儿从哪来的？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是从我这上面掉的吧？应该不是。哎呀，给自己打一个镇定剂，就不是。去去去去去去。
这不准喝。这是我的。我记得这个洗澡机应该是在哪儿？不可能说有人拿洗澡机啊。等我拿扫把。这门口的草八丈高，他妹的，需要把这蜘蛛网全给它拍掉。哎，我的腊肉呢？我的腊肉是掉下来让人吃了吗？这是腊肉吗？这会不会是腊肉掉下来腐化了？不应该，这我的辣椒面还在。这什么玩意儿都烂坏了，一会儿全收掉。我看一下我的米还能不能吃。哦，怎么的漏水啊，漏水啊。这米没问题。那里面新的，它这是漏雨了，像这个一会儿就要拿抹布擦。妈的，怎么都生霉了呢？怎么全部生霉了呀？漏水吗？这个房子？我的冰箱漏水了，这是香油哦，兄弟们，这个玩意儿真是香油哦，这个可以吃。在瓮安中平镇，生霉了，妈的，全生霉了，不知道怎么生霉的。他丫的，找到大哥，你要知足啊！这个房子毕竟它接近100年了，它能生存下来已经是不错了。你看，全是，不能扔那些玩意儿。这个鸡蛋我都不吃了，耶，还有蒜呀。这个蒜怎么软趴趴的？这个蒜，杰兄来两个支持，三杰兄来两个卷轴支持一下。三杰兄在哪？我给三杰兄卡个黄。哦，你说这个三杰兄吗？这个三杰兄，你说这房子，你说不是，真的是100多年了。有一股臭味在哪儿？得收拾了，这些全到时候我全给他收拾了，我给他收到后面烧了。这个箱子我看我是给他抬出去还是怎么整，这是我养兔子的时候抬进来的。大哥，这都得花钱呐。哎呀，慢慢来吧，今天我先不整这个屋了，我先把我那个屋整出来，人住的屋必须整出来。兔子呢？兔子还有油，看没？这个油应该是没问题，这个油就是边上有点脏，这油里面是没有问题的。植物调和油。这些不重要，一切都慢慢来吧，不能急。算了，只会让我倍加心痛，倍加难受，倍加不能接受。最起码搞得像家一样。就像在乳山那样盖个小别墅，说实话，你说乳山那个房子要是盖在这儿多好哈。狮子王辛巴，那是辛巴，兄弟们，那个狗像不像辛巴？
辛巴他妈妈，辛巴巴。你看，兄弟们，是我让老三啊，公子气散，是我让他，他老公让我给他弄走了，他儿子让我送人了，啊，我让老三这辈子过不安稳，你妹的！退平，买点空心砖。我这边我先到时候我先把路的问题解决了都，因为首先我这边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我车都进不来。你就是有预算，其实盖个空心砖房子多少钱，倒是光盖空心砖的话倒是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要装的整整的话就贵。看不到三杰哥吗？我想跳起来给你一飞脚，你信不信？三杰来两个就立马算了，因为怎么讲？因为三杰哥的话，首先的话，他妈他是薄荷这个狗逼，我知道他，他是薄荷，他拳王个屁，他拳王，薄荷以前就在我直播间，我就知道他。我跳起来给他大嘴巴子。哎，这样看着是不是有那几盆花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房间哦，哎，你们别动我的手机哦。就这个房间，兄弟们，你们会不会感觉因为多这一幅挂画和这三个这个四个摆件，我就感觉舒服多了啊，把那下面的那个玩意儿整吧整吧啊，感觉一马平川，舒舒服服。这几个狗子现在开始黏我了，兄弟们，等过一段时间这几个宝贝儿我给他训练的明明白白，过来过来，不准跳上来，过来，我给他们训练的明明白白，看没，三个，来来来，哟，不准，不准跳床，不准跳床，兄弟。这小尾巴也是扇的，他这个尾巴跟老四一样，扇的贼贼厉害。哎，我的洗澡机找不着了，不然我明天我想办法热点水给他们洗个澡。哎，热水机在呀，洗澡机不在了，热水机在。但是他这个眼睛确实是大，他直播没啥特色，叫有鸡毛特色，他妈的直播就是直播，哪有那么多特色，有特色这个安可能好了，那么等我，我搞点那个，我把这个帕子拿出来，把这些擦一擦擦一擦，沙发擦一擦，给我做好了下面收拾你，一会儿把这锅全部洗一遍。这个盆没坏吧？这个盆我记得是个好盆，吹得你一脑门懵逼。直播就是小粉的奇葩生活。什么叫奇葩生活？好好说话哦。咱说话，大哥可以说我，你们不能说我。大哥可以怼我，你们不能怼我，要给我搞没心态了，我退网了，你们负责呀。哎，这个盆怎么是漏的呀？这个盆，妈的，烂盆！妈的，给我洗一会儿。
什么牛皮？怎么了？这拆什么房子？房子可不能拆。先把这个盆洗出来。兄弟们是不是吓一跳？不好意思，我家狗也吓一跳。我没说你们，我家狗确实是吓一跳，给他妈吓得刚才手机都给我差点顶倒了。OK， 你才是狗啊！我是狗，我是狗，我不是狗，我能叫狗粉吗？来来来，嗯，干完这杯还有一杯，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来来，来的兄弟们，先把我的这个，先把我的龙椅，先把我的龙椅沙发擦那么一擦，嗯。兄弟们，把我这段时间上班学会的擦沙发给大家来一套啊，必须擦它个干干净净，结结实实。你妹的，去吧。等会儿，上工作必须有个工作的样子。哎呦，有点勒人。工作没个工作的样子能行吗？必须给兄弟们就是这么打的吧，咱说情况没错吧，必须给他整上。等一下哦，有点唐突没整好，嗯，缺点什么？嗯，
缺点什么哟？蝴蝶结都打了，不得穿个西服吗？这给兄弟吗？绅士兄弟们，绅士男孩，绅士男孩，不错。哎呀，来来来，咦，山倒。这里面有茶叶，忘了这里面有茶叶。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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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擦得干净哦？呀，还可以。兄弟们，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你们记得是谁给我订的吗？啊，这个桌子可是过老头哦，啊，过老头现在又不知道死哪去了，过老头。兄弟们，这两个手机是我这两年用的手机，华为，嫖娼进去了，活该，啊！希望大家与赌毒不共戴天，明白吗？不管是咱家谁，我都要一脸沉重的告诉你们，明白吗？要在心里面永远立誓。啊，你与赌毒不共戴天。必须要立下这等红毒字，明白吗？你与赌毒必将不共戴天。唉，怎么突然之间话就少了呢，兄弟们？是怎么回事儿？还是你幸福，山有幸福树，还有狗？还是你幸福，有山有树，还有狗？说实话，兄弟们，这种日子过起来确实是非常的优异，但是怎么讲，城市的生活过多了吧，也想过过城市的那种繁华喧嚣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去的城市，毕竟说实话，兄弟们，我还年轻了，我那么早归隐深山的话没有一点乐趣，所以说深山也要归，哎，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比较过这种，但是我还缺个人，说来说去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了吗？一个人你静不下心啊，狗粉上这一身像鸭子，彩虹清晰剂 OK。刺啦刺啦的香。
一顿吃。我听闻他始终一个人。这个水壶是我买来烧热水的，一会儿咱们也是烧点热水放起来，就半夜可以喝什么之类的。哎呀，我今天说我买点酒的，我忘记了，妈的！嗯，粉儿，这是魂归故里了。魂归故里等于死了，哥哥，可千万不能说魂归故里了。你要记住，魂人就靠七魂六魄而活着，魂都没了。花哥，这是你给我买的茶，是荣归故里，荣字谈不上，何谈有荣？有荣乃大。荣字，永远不要说出来，我没有荣。狗粉，小家收拾的挺精致。我也不知道收出来能管几天哦，毕竟嘛，刚住进来必须给他来个隆重的大扫除，对不对？朋友哥，咱弟弟可以管你要两个卷轴嘛，朋友哥。虽然说哥哥能停留在这个直播间看我的话，我已经感觉到很荣幸了，但是哥哥弟弟厚颜无耻的这个张嘴。但哥哥能不能赏两个卷轴啥的？哟，我得把这个洗出来，我得烧点水。妈的，这个屌毛连我的水，连我的那个好像都给我拿走了。那屌毛好像连我的，好像连那个的屌毛是哪个屌毛偷我的东西？嗯，怎么还卡了呢？怎么还卡了呢？咱直播间没人打字吗？是怎么回事儿？哎。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怎么回事儿？兄弟们，你们能打个字吗？哎，有了，就两个人卡了，估计是卡了。你不拟人，我怎么不能拟人呢？我有时候可能我干活的时候没看到。嗯，这水壶还漏水吗？是怎么回事？我有时候我可能没注意，因为我毕竟我在干活了嘛。没电，妈的吓死我，我怕给我猝死了。回家了吗？回了。烧点水，一会儿好洗那个锅。哦，这是我的烟灰缸。欢迎我祥子。
我的烟灰缸好脏。哎，勤快人也就这一两天了。哥们儿，电脑去哪了？那个电脑烂了，给它当了。那个烂电脑，打个游戏都打不动，留它有何用？打个电脑都打个游戏都打不动，你说我留它有什么用？我就问要这电脑有何用？我看过你的啊，还真是家处四壁，家处四壁，你高看我这家处四壁，这个壁都是透风的，透风壁。看过你的样子，方式。哟，怎么一下出来那么多张？一下出来太多张了。好，这边怎么搞？怎么搞？我看过你所有的样子。预备，唱！哎呦，他妈的，这怎么还有蜘蛛网？这还有蜘蛛网，搞个鸡毛！妈的，你看这蜘蛛网，这蜘蛛网，欢迎我 CC， 库鲁蒙 C， 库鲁蒙卡，库鲁蒙 C， 蒙 C 卡，库鲁蒙卡，库鲁蒙 C， 库鲁蒙 C， 蒙 C 蒙 C 耶，这里是内蒙古 hiphop， one two one two 的神话，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走进六四八二九，八幺九，哎，哎，趁着人多开个战团吧。唉，趁着人多，欢迎我再见青春大哥，超级真爱，追加皇马吧，追加个五个皇马 ，OK， 追加五个皇马，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我见过你所有的大家，那个能开个战团帮忙开个战团的哦，三 Q 三 Q 瑞玛奇，哎呦妈的，还 洗出一把菜刀来，这菜刀上怎么还有鸟屎哦？哎，兄弟们，你们对于五个皇马都无动于衷，你们果然是我看得起的那个人。五个皇马你们都不开？你们到底要怎样？哎，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好的，这是白糖。哎呀，这有辣椒面了吗？我这有辣椒面的，我又买了。小粉儿，这次身上的钱能在山上待多久？已经不能待了。如果说按照你们的说法，没钱就要走的话，可以走了。
现在就可以走人了。按照兄弟们你们的预估的话，我现在可以走人了。我见过你的样子，这是垃圾袋。现在我就可以走人了，完全没有待下去的理由。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咱们可不可以先把因为咱们今天吃烧烤，我搞的是我选的唯一的肉是鸡翅啊，别搁那笑，什么好笑的嘛，给我把你的那张嘴闭上。我数三个数，给我闭上。首先咱们要把这个把这个东西给它腌制一下。鸡翅嘛，整个多烤几个吧。对吧，毕竟唯一的肉品就是鸡翅。我想买鸡翅煎的，鸡翅煎60块钱一包。这个30，我果断的选它了，没办法。一会儿这你飘，一会儿你和神仙似的。你说谁跟我吗？我跟神仙一样吗？好，飘了，嘿嘿。整的有点多了是吗？要是你要嫌多的话，我给它放回去一点。一会儿一个地儿，我除了这两个地儿，我还能去哪个地儿吗？基本上山上是我的最终地儿。你今天结婚了，我不结婚呢？啊，这个鸡翅怎么硬邦邦的吗？让它泡一会儿，让它泡软。等它泡软乎的，先放在这，等它泡软乎了，泡软乎了一会儿搞点姜。二哈邀请你没有？二哈没回我消息，我给他发消息了，他没给我回消息。这边咱们先把这个鸡翅腌起来吧，我怕一会儿太晚了来不及，一会儿这个鸡翅不入味的话就不好吃。哈哈还带领结呢。你懂什么？直播必须要正宗，在兄弟们的面前必须正装出席，私底下我穿个什么都行，在兄弟们面前必须正装出席，对不对嘛？放点小姜片，然后来节。你洗一下。我见过你所有的样子。给我你整饿了。饿了就吃呀。鸭子帽呢，他妈的哪有鸭子帽啊，没买，没钱买。鸭子帽是什么帽吗？就是那种高大上的那种帽吗？我南哥还在直播间吗？兄弟们，南哥，不对，我朋友哥，大哥真的是，我又想坑大哥的钱，我又感觉大哥看我就够了。兄弟们，用一个字告诉我，在不在？欢迎龙，谢谢龙瑶以游天下。大哥撤了吗？谢谢龙瑶天下大哥送的5个这个心满意，这个叫什么嘛？
啊，这个鸡翅已经变软了。好，这个鸡翅已经变软了。你看你只两个卷轴嘛，应该要一毛。嗯，人要有追求嘛，追求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一定要有的嘛。就像你追一个女孩一样，追不追得到不一定，但是如果你连勇气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说任何东西要大声说出来，哪怕你们在笑话我，哪怕你们觉得我是在开国际玩笑，我也觉得无所谓。不说了不说了，先把姜片切，徒手切姜，我就问你们厉不厉害？战友团没过，战友团还会提醒我。好，接下来我们需要，我先把这个腌着，一会儿继续擦。啊，咱们先把鸡翅腌上。好，这边鸡翅差不多软了，好，把它捞出来，把它捞出来备用，兄弟们，捞出来备用。放进去，好，这么快吗？本来我买回来就很长时间了，它就本来就已经开始化了，然后再加上我用水一泡，是不是嘛？好，来，首先这个香油，兄弟们，香油来一点。增香，蚝油有没有？蚝油，哎，这个蚝油能用吗？兄弟们，他妈的都黑了都，你妹的，什么玩意儿吗？蒸鱼豉油，哎，蒸鱼豉油用点。妈的，哎呀，不管了，兄弟们。哎呦，这个味道闻着不对，还是算了吧，我怕一会儿死喽。老车，老车，管他的。好，来一点。然后来点盐吧。来点味精，哎呀他妈味精也发霉了，管他的，哎呀，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就这么一条，哎，咱多少还是洗个手。好，来回均匀，给它来回。我爱吃烤鸡翅，今晚我们就是烤鸡翅，今晚我们来个麻辣大烧烤，烤鸡翅。来回搅拌，来回给它搅拌均匀了。搞干净点，肯定的。这个，哟，
完了完了完了，掉了一个，掉了，给它整丢了。粉杀你才是你的归宿，哼，你别说了，粉你才是我的归宿，坟头才是我的归宿。好，就这么给它腌制上，腌制到一会儿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就 OK 了，就秋 pop 雷了，就可以说 beautiful 了。好，我爱过你所有的名字。等我把手洗一下啊！你一个人住不害怕吗？说实话，兄们，基本上晚上不出门，就是晚上外面无论他怎么样，我都不出门。除非我忍不住要上厕所。这个锅得在外面洗，这个锅的话兄弟们可以说是特别的脏。咱们首先要把这个东西取下来先擦一擦吧，毕竟也是有点脏啊。擦一擦再去厨房把电饭锅呀冰箱啊那些东西给它抛干净。欢迎愿你有你啊，什么愿望有你哦，愿望还是说愿你有你，欢迎愿你有你哦啊，我在这儿祝大哥愿你梦想成真，愿你心想事成，愿你万事如意，愿你愿的一切都好。我爱过你所有的样子。OK， 挂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全是灰。因为有邪祟，你奶奶个腿儿，他妈的一天，你们真的是正经一点嘛，吹牛逼就吹牛逼嘛，不要吹那种虚无的虚头巴脑的嘛。嗯，吹牛逼不可耻的嘛，你要这么吹的话就没有意思了。我爱过你所有的方式。因为有你的日子，你四条狗怕什么？那玩意儿怕狗？对，再说了，我也怕他们吗？咱说实话，传说中，看过你们看过人家演的鬼片都知道，鬼那玩意儿怕出栏，我童子尿，我尿死他，来嘛，来了让他直接就是一盘尿给他，让他害怕。咱说实话，嗯。对不对嘛？哼！一趴尿让他心慌，敢来，哼！让他有来无回。展开，展开，我要干活了啊！他妈的，差点揭不开了！我操，这个味道简直是上头，兄弟们，我把这个东西倒远一点，这个味道太上头了。好吧，啊，这个味道简直是上头。我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把里面的水倒了？都臭了，都臭了，都算了，还长蛆了。挂开，我开水烫你了哦。
你说这个蛆它怎么长出来的？带着那么大的疑问，哎，你说当初就一点水在里面，为什么这个水都能发臭哎？我也是没搞懂。有点烫，你看吧，这个是蛆吗？朋友们，我给你们看看，你们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蛆哦？我给你们看一下，这玩意儿就这种，是不是蛆吗？就是蛆啊！我认识这玩意儿就是蛆，它死在里面了，你看吧，飘的这个，这不是蛆是什么吗？哦，这密密麻麻的，是不是蛆？是哈，恶心死了，有什么恶心的？蛆卵，不能吧？这锅还能要？这锅怎么不能要吗？洗干净不一样的吗？烧热水，热水，我用热水烫啊，那玩意儿烫得很。那我刚烧的热水，这我刚烧的热水，直接烫手都。200度的高温，我得锅刷呢。我操，自内膜，我的锅刷呢？我吃内膜，我吃内膜，锅刷不见球了。看看，给你让他先泡一泡，让你们看看我的山川美景，看看我的山川美景，去，哎呦，这有一坨黑云，能听见鸟叫吗，朋友们？这个时候放点轻音乐，来一幅美美的小茶。各种鸟叫。龙龙介绍一下，这棵大树，这棵大树是一棵板栗，兄弟们，板栗树。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杨梅树，但是这个杨梅树吧，好像今年没结杨梅。然后这边有一棵梨树，梨树不知道今年挂没挂果。这个梨树反正去年是挂果了，朋友们，而且去年还不少。今年的话，不知道有没有挂上，挂上了，我已经看见了。今年没打药，兄弟们，已经招虫了。因为我只看到了一个果子，看到你，哎，走近了还是多，走近了还是多，走近了还是多，
但是也没有去年多呀，去年结了老多果了，这个是不是招虫了，兄弟们？像这种就是招虫了呗，是吧？果子也是有，这个就是不在这边招虫了，你看这果子还是有的。哎，一看咱这直播间大家都不懂，我问了也是白问。我操，这个树怎么像那么多虫趴在上面？哎，为什么我就总感觉好像卡了一样哎？但是直播间都直接没有人打字儿。哎，你说我问了兄弟们，今天我舅舅还打电话问我接没接杨梅，我说没挂果。哦，挂了挂了，啊，挂的少。今天杨梅好像有点少啊，好像有点少。今天我也没看见果子，有果子呀，有果子。但是好像今年这个果挂的有点少，没有去年那么多，嗯，也不少，嗯，也不少也不少。那找的时候我咋没看着呢？妈的，这是蛇吗？吓我了，吓我，吓死我了！嗯，啊，今年这杨梅这边都没结果啊。此刻山川美景却近在眼前。那个歌怎么唱？那首歌叫什么？此刻山川美景近在眼前，而我却是个匆匆的路人。嗯，玉米赶紧挖了吧，长大就麻烦，你得让它长啊。辛辛苦苦种下的玉米，哪有说挖了的？爬不上来了，这个狗。哼，你跟个傻狗似的。六六六六六六什么六？嗯，我还得烧一壶水。妈的，今天这个热度它怎么不掉哎？假的吧？咦，水壶呢？我得烧壶水哦。等我一看看。兄弟们，想办法让那个热度给它掉下去。
想办法把那个热度给我搞下去。这个地儿找个妹子，整你们这些想法一天的。我要2分钟之内我的热度值变成5万到6万，明白吗？现在这个热度值有点高，我把握不住。现在立马你们给我想办法让它掉下去，明白没有？此刻速度快一点，速度快一点，2分钟之内哦，2分钟之内不掉下去，你们有你们好看。别以为我在跟你们开玩笑啊！妈的，这直播间，哎，他妈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哎，我知道这是什么鸡巴玩意儿了，戳都戳不掉。这是我之前煮的粑粑吧？还有1分钟哦，不是蛆，这个是那个我煮的那个2.8块，粘得很。我想起来了，哎呦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大去大城市体验生活，我他妈去大城市体验个鸡巴！等水烧热哈，开灯，把我的老板椅捅过来。老板椅，老板请上座。OK， 上座就上座。苦了猛谁？苦了猛卡？苦了猛谁？猛谁嘎？这个袋子牛的，装垃圾什么的都可以。这好像还有一支烟。重庆山城雾都雾霾，他妈的雾都它不是雾霾很严重，雾霾，哎呀，算了，我也讲不明白。兄弟们，2分钟已经到。